对，只是因为你的椅子比较舒服，對，但是可以感觉到真的蛮硬的。所以我现在是软胎就有开 Sport 模式而已，等一下 PSA 还没有，还不是硬的。小来的，我也觉得真的很棒。
三进式的时候，你试着往后一点再刹车，进弯点再晚一点。二进三，还有三进式。我觉得你可能会比较顺一点。
靠腰是卷到那个轮胎的声音啊，我也是放爆了。你说这个等对啊，胎胶啊。啊，对啊，胎胶啊，很多胎胶是。感觉2.5真的 GTS 真的变态。对啊，那如果写电脑写下去，无敌了。真的，缺点就只是高温的问题，不要太难解决。难怪一堆人都要买保时捷，感觉底盘刹车真的太变态了。但是路源是刚好在底盘正下方哦，对啊。